名，好不好？做伙来做咱上届用心、上届认真、上届想要替咱做代志，咱的担当团长候选人，登记第二号洪国浩做上届靠山，好不好？感情线，心念相偎，你甲我向前行，看你头车呀。心疼，希望照顾在你家，风雨偌大，无算啥，拢行。有亲人作伴，饮着苦茶，情路遐宽，做阵行。贵宾以及咱南投所有乡亲士大，大家好！哦，慧玲今仔日真欢喜，会当来到这跟大家见面。阿妈除了讲呢，唱歌给大家听以外呢，上主要是要来关心咱在座所有的长辈、所有的士大。咱今麦台湾呢，已经是高龄社会啊。但是呢，所以讲哦，家庭照顾的责任愈来愈重，所以我家己嘛亲身体会，因为我厝内底还阁有阿嬷、爸爸妈妈，所以讲呢，迄个责任会愈来愈重。但是咱即卖政府呢有长照 2.0， 恁知影无？拢知影吗？长照 2.0， 即个有即个政策呢，安尼像咧讲是居家照顾、社区照顾。专人将接送等等，这拢是呢，为着要让咱的所有长辈呢，得到搁较好的照顾。所以讲，中央有这个政策，咱呢地方呢一定爱支持咱南投县长候选人，有这个理想，有这个抱负，甲这个观念呢，要来替伊执行，爱选予咱登记第几号啊？哦，小声声啦，后边的朋友。咱的长辈要得到更好的照顾，一定要支持咱的候选人登记第几号。
的名大声喊出来，好不好？咱十一月二四，咱当馆长，咱要当好什么人？来这边的朋友较细声哦。十一月二四，咱要当好什么人？谢谢，感谢大家。啊，继续呢，恁有想要搁听歌无？哦，拄只听一首无够，拄只一首歌叫做《追求幸福》。咱未来若要知影讲吼，什么叫做幸福？要朝着幸福的目标去追求的话，咱一定要选好咱的洪国浩，好不好？继续带来这首歌曲，这首歌叫做《幸福的滋味》。同款呢，咱未来若想要知影生活什么叫做幸福的滋味，一定要支持，大力支持，咱上届用心，上届认真，脚踏实地，咱的洪国浩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带来一首《幸福的滋味》送给大家。来，搁麻烦咱所有的时段，咱所有的贵宾、所有的朋友，坐回来。伊的气味，这个画面看起来，大家团结做伙，大家团结一致，咱一定爱感心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谢谢。
继续，我要带来这首歌曲呢，就是代表咱的洪国浩伊的心声，伊迄份心想要替咱咱现场所有的乡亲时代，恁就敢那伊的时代人同款，所以讲呢，那是选好伊，咱未来生活就靠咱的洪国浩来甲恁照顾，好不好？带来这首歌叫做《用心》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请我朋友，我们可以一起大合唱，好不好？让我听到你的关心，让我听到你们想要清楚自己今后的未来生活，你的决定是正确的。你和洪国浩在用一起，一定爱支持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手举旗子哈，另外一只手来比礼盒，好不好？来哦。是要让咱厝内底许多人，还是讲咱关心家己未来有更大
生活，咱一定爱支持咱上届用心、上届认真的南投县长候选人，登记第二号侯国浩，谢谢。